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，为政是治公204。故君仁者，爱民而安，好事而隆，良者无一焉而亡也。明昏直，蓄事业，拔才官能，莫不治理，则公道达而失门设矣，公义明而失事习矣。如是，则得厚则进，而宁越则止，贪利则退，而廉洁则起。这条出自于卷38《孙清子》啊。这个昏直是昏长职务，昏治其事，就是昏公啊。这一条是说为人君子啊，做一个领导的人，爱护人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，喜好亲近贤士，有贤能之士，亲近这些贤能之士就能使国家兴盛。这个两方面如果一项都没有就会败亡啊。一个是爱护人民，一个是喜欢亲近贤士啊。如果这两方面呢、一个都没有啊，那就会败亡了。明确各部门掌管的职务，依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，选拔贤才，任用有能力的人为官，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，那么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会畅通了，而行私请托的门径就会被杜绝了，为公义的风气能彰显，而个人谋私的事能止息。这样一来，品德醇厚的人得到任用，奸佞谄媚的人受到遏制，贪图利益的人被辞退，廉洁奉公守法的人就受到重用。那么这个一条也是治公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公道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